大家晚安，我们是辅大爵士大乐团。那谢谢
这个距离我们上次来到台中爵士音乐节好像是七八年前了，所以我们中间大概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到台中爵士音乐节来演出。不过那个我们还是很开心啊，就是今天有这个机会到台中来为大家带来这个一些音乐。不过今年跟之前演出其实已经有蛮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其实上一次演出的时候是我们乐团刚成立的时候，然后现在我们演出呢，其实我们学校这个福大音乐系呢已经有了爵士音乐的研究所，那预计明年应该也会有开始这个福大音乐的大学部主修的学生，所以应该我相信比那个之前演出稍微好一些了，好一点。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这个曲，叫做 Chuckle and the Man， 然后它是一首拉丁的曲子，然后会 feature 我们的小号手同恩以及这个佩璇。好，那我们来听看这首 Chuckle and the Friend， and the Man， 谢谢。
婚，可以宣扬婚了。好，那我们这个乐团事实上是一门课，就是福大音乐系的一门课，所以那个就是喜欢这个爵士乐的同学，那有时候是针对音乐系的，那有时候是音乐系以外的同学，他们都可以选这门课，然后我们就会看说，乐团有多少人，然后稍微有点甄选这样子，然后就组成了这个乐团。那当然大家知道开学到现在其实没有很久嘛，对不对？现在是10月中，其实9月中才开学，然后九月初开学，所以其实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于我们要准备一场音乐会，其实有点压力。不过我觉得同学们都还算表现得还不错啦，就是我们先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了，好不好？对，同学们其实表现得，大家都这样子，稍微有点那个，好，表现得还不错，好，表现得还不错。那里面呢，表现最差的是我，因为我翘课了2堂，请别的老师代课这样子，不过我所以有些地方我就想说，今天原来变成这样子，非常谢谢我们的那个代课的老师。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曲子呢，我们要请我们这个学期第一次选的同学来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那因为我其实翘课了2堂，所以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吧，然后顺便介绍一下你要唱的歌。大家好，我叫 Anna， 然后我今天要唱的是 My Funny Valentine。
再次热烈掌声，以及玉姐，好漂亮。好，好听吗？好听。再一首好不好？好。好，来。来，我们下一位同学。大家好，我叫做 Gabriel， 然后我今天要唱的是 Jumping East of Java。两首歌之后呢，我们要来演奏一个器乐曲。那这个曲子叫做 Zaxi， 它是一个蛮有名的算是爵士的标准曲目。然后它的编曲的老师叫做 Eric Richards， 那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编曲家。那过去之前也有来过台湾，然后跟我们这边的乐团合作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很 bluesy 的一首曲子，叫做 Duxy，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刚刚那首是 Duxy， 然后有我们的 Bass Trombone 婉玲。谢谢婉玲。这个平常很少会看到那个这么低的长号，这把是 Bass 吗？这把不是。哦，这把是平常的 Bass， 啊，平常的 Trombone， 可是他拿来吹 Bass， 哦，所以难度更高。难度更高。好，还有以及长声。然后长征是我们上个礼拜、上礼拜、上上礼拜乐器节这个比赛的时候的第三名，他那天稍微小小的失常，对，得到第三名，哦，也是很非常厉害哦，长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欢迎我们还有两位歌手，好，我们先欢迎第一位。大家好。就是喜欢爵士，然后就是爱爵士，然后我不是音乐系的朋友，所以可能需要大家多多的体谅，这样谢谢大家。然后今天我要唱的歌是 I'm 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学生，然后我叫云姿，然后接下来我要唱的歌叫做 All Right, OK, You Win, 是一首就是爱情的很可爱的歌曲，对。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跟大乐团一起唱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喜欢，谢谢。Just come.
听完了我们这个四位同学精彩的演唱之后，现在要回到我们的器乐曲。那我们首先带来这个曲子呢，是也是一个爵士的经典曲，叫做 Berlin 鸟园，应该这样翻译吧 ，Berlin。然后它是这个大概是1967年代的时候 Fusion 时期的经典曲目。那原本是一个小型乐团的版本，那我们把它改成大乐团的版本，大家来听一看这个 Berlin， 谢谢。
加油团，耶！好，谢谢。好，那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曲子。这个曲子有一个蛮可爱的名字，叫做《A Few Good Men》，就是有一些好人。那这个乐团里面应该都是好人。那不过我一样要照惯例要工商服务一下，就是等一下我们是那个台北下一场是台北青年，台北爵士大乐队青年团，然后。他们的这个老人团，不是老人团啊，老师团，有一张这个十年摇摆的唱片，这边跟大家工商服务一下，就是这个乐团成立了十年，然后呢，我们这个集结了过去十年的现场 live， 就像现在这样 live， 然后把它录起来，然后精选了这个四张 CD， 然后每一张都是十二首曲子。然后总共加起来大概有四个多小时的音乐，那里面其实因为是 live， 就像现在这样，所以可能会听到比如说观众的欢呼声啊，然后听到可能会有些突锤的声音都会有。好，那不过我觉得这就是现场，就这个我觉得蛮难得的，因为其实现在的唱片大家听不到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所有的唱片都是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不会让你听到一点任何的破绽。可是这不是真实的。音乐不是真的长这样 ，live 的音乐其实就是 live 哦。那所以那个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唱片，然后这个唱片如果说你在唱片行买的话，大概是1300块。然后为了符合这个我们这几天的在这边这样子好像逛夜市一样的夜市风，所以我们下杀1000块哦，就是好，谢谢。这样有夜市 feel 哈，好，那就是可以等一下在服务台可以买得到，好，服务台可以买得到，就是1000块这样。好，那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A Few Good Men， 然后它是有一点点叫做 Second Line 的风格，那所以那这个是美国比较早期牛奥良的风格，然后会有点像是进行曲，那我们来听一下 A Few Good Men， 谢谢。
爵士大乐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那2019台中爵士音乐节非常的开心，我们台北的朋友福大来到我们活动现场。那我们的福大爵士大乐团呢，每年期末都会固定有举办的公演。那喜欢的朋友们不要忘了打开你的 FB， 然后搜寻福大音乐系爵士音乐，然后支持我们的福大爵士大乐团。那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李承岳老师以及福大爵士大乐团。演出是我们台北爵士大乐队青年团 TYJ 哦。那我们的演出会在8:30的时候准时开始。那我们现在先休息30分钟。